本的一位高手，大道尤加利，抬头尤加利。你好，雷芳宝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道尤加利啊，我日本来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以后我手不要举那么啊，超过三秒，我看你就见不到明天的阳光了。反正讲他也听不懂，加减给他下一下，给点给他加减。你好，你好，中国武术浩瀚无边呐、啊，你懂不懂？不是日本来的，不懂。来，我们今天研究功夫 ，understand？ 轰轰轰！啊，又卡边啊！啊，啊！对不起，地板太滑。看看我，你会啊？哎呦，嘿，好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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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会？试看看。不过呢，刚刚只是样子好看。我看可能是摆，这可能是花瓶不重用。哎，看来真的。不错不错，真的好。你可不可以教我几套呢？好。好。哎哎哎。嘿。嘿。哦。这个前面动作好像比较紧。这个非常困难，看一下很简单。这个劈腿，你们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一改。啊，呼，嘿，啊，哦，你不要跳那么高，可不可以啊？嗨，啊，哇，这个腿劈太高也不行，整个人是怎么了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 嘿，嘿，嘿，喂，明天见。